紧急通知，全体人员请注意，未知病毒传染性较强，为减少扩散，请做好防护，不要惊慌，所有人员有序前往撤离点，等待撤离。 紧急通知，全体人员请注意，未知病毒传染性较强，为减少扩散，请做好防护，不要惊慌，所有人员有序前往撤离点，等待撤离。 紧急通知，全体人员请注意，未知病毒传染性较强，为减少扩散，请做好防护，不要惊慌，所有人员有序前往撤离点，等待撤离。
再见。再来，要你脑袋开挂！我可不要变成这样的怪物。实在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这是我需要的，求你了，放我走吧！你们要什么都可以。
各部门注意，我们将在已经撤离的区域部署感应电闪，请不要靠近。如有特殊情况需要前往，必须使用拆雷器解除地雷激活状态。锁了。想办法冲出去，快跑，出口就在前面。
终于找到了。各部门注意，我们将在已经撤离的区域部署感应地雷，不要靠近。如有特殊情况需要前往。我们将在已经撤离的区域部署感应地雷，请不要靠近。如有特殊情况需要前往，必须使用拆雷器解除地雷激活状态。紧急通知，全体人员请注意，未知病毒传染性较强，为减少扩散，请做好防护，不要惊慌，所有人员有序前往撤离点，等待撤离。各部门注意，我们将在已经撤离的区域部署感应地雷，请不要靠近。
如有特殊情况需要前往，必须使用拆雷器解除地雷激活状态。解除地雷激活状态。听说博士团队的研究有了进展，新的催化剂能有效促进人体 Z 元素的形成，更重要的是副作用减小了80%，一定能发现重要的增量。真的期待几天后体验者的检测结果。各部门注意，我们将在已经撤离的区域部署感应地雷，请不要靠近。如有特殊情况需要前往，必须使用拆雷器解除地雷激活状态。各部门注意，我们将在已经撤离的区域部署感应地雷，请不要靠近。如有特殊情况需要前往，必须使用拆雷器解除地雷激活状态。
部门注意，我们将在已经撤离的区域部署感应地雷，请不要靠近。